就跟日本较简单的车，对无？唔过踏落去吼，就感觉无遐好顺的，吼，嘛无遐简单的，因为至少爱技巧，爱技巧才算快，对无？那过到这个国家，会晓练啥物就好，吼。当然，这个方法用一点心，我们投入多少，我们就能够得到多少。好、哦，这个很现实的。我们用多少的心，我们就能够回收多少。啊、哦，那么这个可能是和这个表面上是告诉我们吃东西，其实不是啦。啊、哦，人在此，地在彼。可是说，一根一根菜干干干，不过呢，它落去了后。发现无麻木工作很简单，对无？哦，但是麻木再困难啦，哦，啊，但是咱倒倒啊步步出脚，迄、那个助力就出来，啊，就是这个卦。啊，倒倒啊步，啊，是不是适合卦？对不对？适合水也，这是八卦卦里面说的嘛？八卦卦就是一个卦用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将整个卦行打带出来，我有卦和点睛一般，好、哦。适合水也，必无受也，最羡慕幸福也，苦者次也，多难也，不完也。这一方面我一家人嘛，打卦卦啊，这个卦就是吃东西的卦啊。好，我们要养生，要吃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们要养心，要养性呢，我们要吃，要研究真理，那就是我们精神的粮食。内证啊，外证都在啊，啊，当然它是为这个啊，雷啊，证为雷。好，风雷地，好，风雷地。雷之前我们是提到一个三德损，对不对？啊，它这个是风雷地。啊，风雷损是损下地上，风雷地是损上地下。啊，这个啊，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进入到中级班，啊，我们会更详细跟各位解释这两个卦，风雷地跟三德损。啊，水雷损，啊，水雷损，啊，外卦是坎卦，坎为水，另外是震卦，震为雷，合起来震卦叫土卦。这个土的意思呢，啊，就是困难。啊，品贵的意思。这个水雷损它是六四卦里面的四大难卦之一。啊，四大难卦之一。啊，四大难卦当然第一水雷损，对不对？第二是困卦。啊，第一个是困卦。啊，第三贪卦。啊，过来水三解。四个卦，水屯、坤卦、坎卦，这三点。官是阴，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生缘，常乐或净。朝念官是阴，暮念官是阴，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无论这人兼忧以安，啊，信此信人事。也就是无论这种被做关在忧郁城七年，啊，他内心受伤的，那就是这个命运卦。啊，命运卦整个卦都是在讲三朝末周朝初的事情。啊，第一爻就是讲姜太公，第二爻讲文王，第三爻讲武王，第四爻讲这个鬼子跟乙肝，第五爻讲这个鸡神，第六爻讲纣王。好、啊，这个以后会写出来啊，给诸位了解啊。好，四大难卦之一就是水雷屯。以后我们如果研究到啊这一个漏书，漏书就是所谓的九宫，漏书引发成文往后边八卦，文往后边八卦北方的坎卦啊，跟这个东北的震卦，跟这个东北的艮卦啊。跟东方的正卦，啊，这是东，啊，这是北，啊，当然后面包括我们还没有研究到了，啊，好，这八
化和等就是水粉啊，水雷粉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北方的坎卦？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东方的震卦啊？东方的震卦啊，这个是不是东北的艮卦啊？所以这个卦里面有这三个卦啊。东方的震卦震为木啊，木一个震到土里面，那水再来给它滋润啊，它这个树木才能够长成大树啊。这两个话，这个树木它如果不种在土里面，它种在盆栽里面水根的话，那这棵树木当然不能长成大树，不能成台啊。这五马破天八卦，这是一，这是八，这是三，它的数啊。那么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就在讲这个卦。五马破天六十卦，这个水泥土都排在第三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又生万物。好，那么这个地方还要二八地位之前之后啊，这个当然我们在专题班和一个专题会跟各位来做报告。二八地位跟七九地位，好，我们就尽量简化了哈，不要讲这么多。好，这个听起来好像复杂一点，我们简单把它了解这个卦的卦理就好。好，这个卦叫三雷雨。好，雨的意思就是阳啊，大阳啊，以阳对不对？养心、养身、养性、养正气，就是这个卦啊，养心、养正能啊，三雷雨啊。那么提到这个卦，我们不能一定要讲到五马后跟八卦。五马后跟八卦的东方是艮卦，东北是艮卦，对不对？就是这个卦啊。三雷雨，这个是东方的艮卦，这是东北的艮卦啊。那么艮卦它有辰中兼辰始，艮为中，艮为始啊，中艮为始。始终如一，这个是开始，这个是终啊，始一终一或始终如一，就是个卦。如果我们研读易经能够始终如一，哪怕不懂易经啊，对不对啊？三雷啊。好，再来就是地雷复卦。好，地雷复有跟诸位提过啊，吴广正能被纣王囚在游里七年啊，他就是连到这个卦。七日来复，他就跟他儿子啊得意好说，你不要看我，我会被关七年。他确实就被关七年。为什么地雷复卦就会被关七年？因为一个卦六个爻，第七爻就是第一爻，而地雷复卦的第一爻又是地雷复卦的主爻，又是成卦主的爻。所以重点就在这一爻啊，那叫七日来复，复就是恢复，复就是还本复始，复就是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有提到反复章，就是十六章啊。老子《道德经》的十六章叫做反六章。老子他说：“自虚己，所尽笃。”哦，看到方法，我的偏方很专业。第一个修剪刀，那个变作我以观己好，这个话。忽然有人攻击己军，被你搞奸，奸那边，那边的熊，一熊那边，一熊往左边，一熊往右，那空空那空空那边，天那边，得那就不心不呆。好，那么不心不呆就讲到我们的佛性。我们要怎么样恢复啊？恢复我们的本来的面目，叫做不心不呆。我们的佛性再胜不增，再反不减啊。那么提到《道德经》啊，如果有空也可以把它接触，去把它了解一下啊。好，这八个卦啊，就是
由正卦演变而来。好，那么再来就是定卦的巽卦，对不对？好，我们把这个看了啊，因为巽嘛，乾阴在二离三，正是巽土啊，外卦都不对啊。那么内卦就是巽卦，好，内卦通通都是巽卦。这一个礼拜如果没有来的啊，我们这样的话应该就能够去理会啊。为什么不变嘛？内卦都是巽卦、定卦啊。那么外卦是乾卦，内卦是巽卦啊。乾为天，巽为风，这个卦叫做天风卦。那么这个卦，它的意思就是相应。好的是相应，不好的呢是照应啊。我们有说过啊，一个卦有它好的一面，有它不好的一面啊。那么以后我们研究过易经之后，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去用卦，或者是我们演出来的一次卦，我们要怎么去用卦，我们用这个卦做什么啊，这个很重要。那天怎么挂？那天怎么挂？当然，你的生机在也出来。好，啊，那哪一个挂正理呢？那就宿命论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正人在一个卦里面，他都告诉了我们不好的一面。除了不好的一面，也有隐藏无穷的生机在里面。好，那么你天干卦的卦是相对好的，不好的是遭遇，对不对？啊，相应就是由于我们诸位，对不对？我们大家透过易经的定义，在这个地方相应，把那一卦来放的这个卦吧，对不？好，还有一个卦叫相济的卦，啊，折地坠，啊，坠就是坠聚嘛，这个卦是相济的卦。原来相应，我们又有困难相济，这个是有缘的话，有缘的话，这个是有分的话。好，如果有缘，但是无分，对吧？我们这一班有一位学员，他今天两堂课没有来，跟今天晚上三堂课，今天下午或者打一个电话，哦，跟他联络一下，关心一下，对不对？哦。然后他当然有事啊，有事啊，以后都不能来了啊，那非常可惜啊，右边可是没有会，对不对？好，右边这么一个有缘的种子也不错，对不对？啊，以后我们就等待他这个种子再发芽，那一定要时间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可以把握住这个因缘。哦，假设说我们往后哦，初级班结业之后，我们又啊有机会进入到中级班的话，我们就继续在中级班的课程里面又来相聚十二周，那就是这个话，对不对？好，那么夫妇啊，两个人是能够结为夫妇，就是有缘嘛。可是呢，现在我们台湾的离婚率非常的高嘛，哦。如果我们发现到大家有人来相遇，就珍惜这个姻缘，好，知道我们有嘛，好，以后我们要好好去相聚，好，这样的话才能白首偕老嘛。我们不一定会很非常淡嘛，也就看这两个卦，对不对？好，那我们当中也有夫妻档的呢，好，那。以前我们的一级班的学生，有的是太太来，是已经先生没来，以后他就鼓励他先生来，对不对？哦，两个人的理念都共同，讲话都能够契合，都有交集的。那么他先生来读易经，他太太没来，以后他就鼓励他太太来读易经。哦，他讲真的没哈，我两家一个对，你看，我考
公司帮台币的给对方先把话说清楚，好，那么就这样子吧，对不对？好，我还没开口，他就知道他讲什么了，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当然就能够契合，对不对？好，喝，麦克风给，中方大货，可以也是你做好的没？好，中方大货，好，那么大货就是太货，它的意思是太货。外货是废话，内货是现货。好，二啊，它的口向上开，性化，它的口既向上，它的口向下开，啊，产生一个违背，啊，相违，啊，相违大货，大货的意思。犹如口无子在伦理里面四五篇十六章所说的，教我四人故事以协议可以无大过。好，这个大过就是呢啊所谓的光火化，啊，大过化就光火化，啊，那么大过为太过，啊，大过这里面提到大过天也，为什么提到大过天，我们讲过大过天用一个字两个字把整个卦含义把它带出来，好，有五卦我们点睛一般，大过天也就是讲大过卦它是呢啊对象对对对啊永心呢啊相违都是违背的啊，所以才大过啊，那么如果我们不把它颠倒过来，把这个对卦颠倒过来它颠倒过来，把这个巽卦也颠倒过去，那变成什么卦？变成中午卦，对不对？中午就是一个诚信的卦，啊，中午就是诚信之卦，这是午时的卦，这是十五的卦，啊，所以孔子在论语提到“五十一学义可以无大过”的时间，这两个卦。好，我们在啊中午班课程里面有一个专题啊。就讲这两个卦的，好，我们现在是简单了解一下就好，好，好，那么再来就是火风顶，啊，火风顶，那么这个顶是这一个主菜的器具，啊，古代宫殿啊都有这个顶，它是三只脚，啊，那么现在这个顶呢还有，啊。那我们在民国92年，我们去周游列国，就是我们去走当初孔子走所走过的路线啊。我们到这个山东啊，山东有一个齐国博物馆啊，它应该叫有一个龙山文化啊。那有一个齐国博物馆，里面好多一个顶，起码能够到的，不然写东吴作者啊，他顶三只脚。啊，那么这个卦就是圣人告诉我们怎么煮菜的卦啊。那过去有一个学生啊，他是女孩子，50几岁，他研究到这个卦，哈佛行空空朱本朱不信了吗？啊，有个姓名大拉拉朱本对哦，哦，也对啦，哦，啊，他看我怎样姓名是做的菜啊。把他们一个人唱高调对吗？好，哦，那这个卦里面，好，哦，从第一爻到第六爻都告诉我们怎么煮菜，我们所煮出来的菜，我们怎么端到客人的面前，煮出来的菜是不是有色香味？好，哦，色香味都齐全。好，哦，这个卦啊，哦，当然这是在高级班。好，哦，那么再来就是雷火风，是雷。这个卦的卦名叫这个风卦，风则大也。啊，雷火风的意思就是大，丰富嘛，对不对？啊，丰盛嘛，啊。那么，如果这个把它排在55卦，啊，五十
十六卦就是火干离啊，这样我们啊，可能有人叫火干离啊，五十六卦啊，雷轰的啊，雷轰的雷轰雷轰的，这是五十六卦啊，雷轰的是三十二卦啊，我这个是雷轰的啊，错了啊，好，那么雷火风的话啊，是在这个啊第三卦我们讲过了啊，好，谢谢，雷轰的啊，好，雷轰的它是第三卦的卦，没错，好，谢谢，好。雷轰很很顾名思义，它是这个啊很久有恒为成功之本啊。第三十一卦是折三弦啊，其实我们刚刚讲过它是感叹的卦啊，感叹的卦。那么雷轰很它是三十二卦啊，无论正白还在三十二卦啊，所以三十一卦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跟天地、跟万物、跟仙火去感通，啊，那么这是一种意境，啊，我们研读易经，对不对？啊，不是白纸黑字，啊，一定要培养我们的意境。那么我们的意境能够有一种啊感通的话，啊，我们就能够持之以恒，对不对？啊。那么才可以由后天返回先天。我们知道后天六十卦，啊，后半天就到了。上经从乾卦讲到三十卦离卦，就是告诉我们从天道来到人道。好，下经从三十一卦折三弦，三十一卦的雷轰很，告诉我们怎么样由人道再返回天道。好，那么折三弦啊，跟雷轰很这两个卦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等要由后天返回先天。一定要有这两个卦为基本条件，有条件的啊，哦，好，那么再来就是这个巽卦啊，巽为风啊，啊，巽卦啊，巽为风，没有巽卦巽，再来水风景啊，水风景。景顾名思义就是水景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知道真不卦它是一个真理的启示，景啊，景里面的水，我们知道，我们不断的去取出来用，它会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如果没有去取出来用，很有可能这个井水。它会枯干，或者是这个水层它会走位啊，那以后就变成废井，变成实井，变成枯井啊。那我们如果不断的取出来用，这个井绝对不会枯干的啊。有种真理，我们不断去探讨它，它永远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那提到井，我们在民国九十二年去周游列国，我们到山东。这个曲阜就是孔夫子的故乡啊，有一个孔庙啊，孔庙当初孔夫子所用的那一口井现在还在，2500多年了哦，听你过去那里呢啊，这个如果到孔庙大门进去就是一个古井在那里啊，那么现在没有人用它，不然它就像用一根草用那个房啊啊搞个炸的给他拿回给他占领给他们嘛，可是可以看得到嘛，里面的水还清澈见底呢，哦，可以现在也靠借水往后，对吧？明天归你一个借水那个单，好，那么这个井呢，好，就比较过去或者去当兵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滩涂，好，我这边一陪我女朋友到四个月，好。我们是那一个啊陆战队啊，海军陆战队，
这个就包含建筑专队可能会想说，老师你这个品格对不对？这是这么讲到正言啊。嗯。然后要起步再广寒吧，但是吼、哦，观众啊，他速度再紧啦，啊，动作跟对量也对啦，哦。把我们在澎湖做十四个月，我们刚刚到澎湖的时候，我们那边没有浴室呢，都到外面去洗澡啊、哦。然后那边老百姓的那个菜园啊，都有水井，很火不妙，很有听你的锅内那些人哭。啊，不管滚的时阵哦，我那个水站哦，办得给六个人扛扛无水哦。啊，刚看都有水，啊，我们办了六个人都无水哦。他、啊、后来我们还有老兵哦，都不跟我们讲，要让我们自己去体会啦。我来的是因为水站哦，办得平哦。还修了有点倒，这水塘在背回，啊背回在这多的水啊，对不？啊啊，我不要的哦，但是搞有点倒，这水塘就背回啊，背回我就看不水了嘛，溜起来，哦，溜起来到点倒存化碳，哦，因为靠着那个锅边的光，啊，它最终超频嘛，就看冰冰溜起来到点倒存化碳，哦，这就是技术了，啊。所以我们在过去新兵刚过去哈、哦，就是不懂，好、哦，所以我们在小汉这个卦呢，里面就是有非常深的哲理在里面，好、哦，就是讲这个我们要取这个井，我们知道井水在井底没有作用嘛，一定要经过人把它取出来，它可以浇花，可以灌溉，好、哦，可以让我们使用嘛，好、哦。那我们要把这个井里面水取出来，一定要有什么工具嘛？要水桶，对不对？好、啊，因为这个水啊，这个巽卦巽的五行水木嘛，古代的水桶都是用木头做的嘛，啊，不但有水桶，还要有绳子嘛。古代的绳子不像现在的塑胶绳子。还有马桶对吧？也是木马，啊、哦，有水桶，有绳子，还有什么？还要有人嘛？这一定要配合嘛？那这样还不够，还要有技术嘛？啊，那什么木马鬼，最上板的六起来扛扛，对吧？哦，啊，所以有水桶，有绳子，还要有人，还要有技术，啊、哦，还有一种就是呢。我们要去取水井里面的水，我们要先观就是观察这口井的深度。我们准备的绳子不能太短，你太短根本就拿不到水，对不对？这就是智慧嘛。哎，我们在想看这个卦呢，对不对？好，好，这样的话就增加这个印象。好。水风景，然后山风谷，好，山风谷，这是民国77年的年运嘛，谷就是谷报，啊，民国77年大夏禄正冲时，六合彩，啊，后来变成六合彩，啊，那么股票市场三级跳，民国77年、78年飙到12000多点。民国79年开盘就大爆发，哦，那时候，那么分分股啊，投资公司呢，或投资公司有正风险，啊，那几年，民国77年、78年、79年那几年，人的心都趋向一种功利的心态，啊，想要捞股，啊，可是分分股这个年运不好，77年是76年，啊。这个呢，水风井，啊，我们刚讲过，井是真理的启示嘛，啊，假设我们在民国77年之前有研究真理，到这个现到民国77年之后这几年的现象，我们就不会跟人家一窝蜂嘛。还好我们那时候就只研究易经嘛，民国非常文明，啊。或者带着另外一位恩师开始研究易经，对不对？啊，那我们就知道啊，后来那几年的现象，啊，而我们
所以我们就不会跟人家一包装。好，那么这个地方针，啊，地方针，啊，不是1978年嘛，啊，那年龄就是这样子来的，啊，1978年，啊，那么深库里斯意就是提升嘛，啊，地方针的医疗叫引针，医疗的老师叫引针，就是一点爱铁锨的嘛，引针一点爱铁锨，啊，我们知道。地方针万卦是坤卦，坤为地，对不对？面卦是巽卦，巽为木。好，这棵树木在地底下，那这棵树木在地底下就不是木，它是一个种子。啊，一颗种子种在地底下，有一天它就会长出这个新芽，然后往上去提升。所以这个卦叫升卦，对不对？好，所以古代圣人他们在啊画卦取卦名，都有它的一种含义在里面的。好，那么假设民国77年的年运很好，民国78年会更好。那民国77年就是不好，啊，78年就更不好，啊。不好的继续提升嘛，啊，这是第五个卦啊，这个巽卦啊。好，第六个卦是坎卦，第七个卦是艮卦，第八个卦是坤卦。那么我们在第六节课把它讲一下啊。那第一节课到这里，我们超过6分钟嘛啊，我们休息10分钟啊，到这个9:15我们再继续第二节课啊。向老师学习功。谢谢老师。
这个卦啊叫坤卦啊，哎，四大行卦之一，对不对啊？泽水坤啊，日水已经呢流出这个啊这个土了啊，这土里面已经没有水了啊，火水未尽啊，火水未尽。那么有一个卦叫水火既尽，对不对啊？是坎在上，火离在下，那叫寂静。如果是火在上，水在下，那叫未静。啊，雷水结，啊，雷居盖，啊，雷居害，公对，啊，这公字，啊，雷水结，雷水泄，啊，有两种读法，啊，啊，意思都一样。那么解不理是一是解决一切困难，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流水结啊，解决一切困难，第一要有智慧，对不对？所以坎坎卦坎为水，就是所谓的智慧水啊，而且要有正确的理念，理卦为好啊，那么。要有光明磊落的正经啊，那这个卦合起来就是雷水结啊，这是在四十卦，不是往这边走边旁的四十卦啊。三十九卦是水三减，我们刚才讲过的啊，水三减啊，这是四大难卦之一，对不对？困难的卦啊，那么如果这人他启示我们，我们人碰到困难要马上想办法来解决，所以这个四十卦还排了一个雷水劫，对不对？不能拖太久啊，这个困难该看就想办法来解决，别再拖上久，因为夜长梦多啊，所以当初呢，这个他编排六十卦的精神妙意，它是反映我们人生百态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在无锡先天六十卦啊，它为体啊，风水范啊，这个范的意思就是范范啊，范范兵士。也叫卦藏啊，因为内卦为坎卦，坎为水，外卦是巽卦，巽为木，那古代的船都是用木头做的啊。那么这颗木呢，行在水上，它是犹如一艘船，犹如一艘独木舟啊。那么犹如一艘法船啊。但中你到处去奉天之德啊，到处去这个宣扬真理啊，所以这个卦叫幻卦，幻就是幻蛋叫兵士啊，坎卦啊，坎为水啊，艮卦啊，因为它是坎卦，张水门。这是吴老正人把它排在第四卦，吴老后面六十卦的第四卦，乾坤屯门，心手司马啊，门就是启蒙啊，启蒙啊，山水门就是教育啊。如果有人问我们，某某人听说你们读一经六十卦里面哪一个卦提到教育的话？就是山水门啊。那么山水门这幅卦里面有两位老师啊，一位就是第二爻啊，山水门啊，第二爻高门啊，这是用爱的教育啊。那第六爻是吉门啊，吉门也是用爱的教育
但是基本顾名思义，都要也必须。为什么？如果在学校碰到那个牛头班的，你不用这种老师可以吗？对不对？还是爱的教育，可是呢，反华要分明啊！哦，这分等分等嘛，这个卦里面啊，分一个教育之卦啊，有两位老师，一个是宽猛，一个是极猛啊。好，再来就是地水师啊，地水师，好，就是民国八十五年的那一运嘛。那么八十五年啊，我们台湾就举办第一届民选总统嘛，啊，那时候很多人都说啊，黄国昌亲自动作文攻武赫，就是在民国八十五年啊，因为呢亲自动作而叫做四卦啊，这是民国八十二年。八三年啊，八四年啊，砍过来跳过去啊，这民国八十五年、八十年、七十九年、八十一年啊，这里面就是这样来的，很简单啊，啊，没有卦啊，好，再来就是第七卦，第七卦就是艮卦啊，艮为山啊，外卦是乾卦啊，内卦。是艮卦啊，全部都是艮卦。啊，艮为山啊。那么第一个卦是乾卦啊，那个是艮卦，这一个卦叫做天干艮。啊，天干艮是民国八十六年的年运，对不对？好，那么民国八十六年我们讲过了吗？台湾发生口蹄疫大流行，就是在民国八十六年啊，艮就是艮费啊。当初台湾省长是宋楚瑜，他是送到美国去度假一个月啊。那么啊，这个卦就是呢艮艮的卦啊。我们知道王子。老子的思想，他是以退为进，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而无所不为，还是以进去自动啊。那么这个卦，老子《道德经》的第九章，他就有提到啊：其利人之故必异，则以为之不可用过，一路方动莫之人秀，富贵之交，主义之有，公平原随心得天之道啊。它启示我们人生，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要懂得急流勇退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急流勇退，很有可能粉身碎骨，也说不定。我们换言，我们台湾的政治，对不对？政治的路，如果不懂得急流勇退的人，到后来粉身碎骨的很多啊，天干艮。那么折三弦。哎，这就是我们刚讲过的那个卦啊，多三险啊，反攻的卦，它是无心之感啊，无心之感非常快啊，那叫险啊。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啊，银河系、太阳系，对不对啊？甚至于呢？啊，所有的星球啊，有一个星球叫做天狼星啊。那么天狼星它离我们地球多远？有8.7光年啊，有8.7光年这么远啊。那么光年有多远？我们知道。1分钟有60秒，就提到光的速度了。光啊，一秒，1分钟有60秒，1个小时有60分，1天有24小时，对不对？1个月有30天，1年有12个月，光跑1年，3个光年，
有八点七光年，我们有时候也看得到呢。啊，你可以看得到，就能帮助我们呢。我们的肉眼也看得很远呢，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得到？就是天气好嘛，天气会有多云，那是跨一遍嘛，对吧？好，那么这个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跟仙佛能够去感通的话，我们内心里面也不能有污名嘛。我们内心里面的污名就是贪嗔痴爱，脾气毛病，痛苦烦恼，清醒跟六欲，我这个要把它淡化。啊呢，人讲前面你到往后半点，对不？啊，你到定，行者素也，啊，行者通也，啊，这个卦啊。那么再来就是火三旅，哦，这就是民国八十八年的年运，这八十七年嘛，啊。火山旅啊，民国八十八年，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嘛，旅棍师是旅行嘛，轮回嘛，漂泊嘛，对不对？好，那么这是一年的年运，我们就工作报告年会议是十年运，涨低温，马不要听到温涨低嘛。好，这个问题里面有八个大波。有八个大斗卦，大斗卦是光斗卦，哦，南末外出民国八十八年，哦，我们台湾发生九二八地震，有两千多个生命进入刑法，啊，另外土耳其也是发生大地震嘛，也在民国八十八年，啊，雷山小斗，啊，雷山小斗，啊，我们六十段里面有一个大斗卦。给一个小破卦，对不对？大破就是大破臭，啊，大破，啊，就大破臭，小破就是小破臭，啊，大破就是太过。我们人如果太过聪明的话，很有可能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啊。所以呢，啊，小破刚才告诉我们，大破边缘，假设它能够180度颠倒过来。它是被征服嘛，对不对？小过过，无论这种把它排在六十个卦，啊，六三卦就是七七，七七就是一个圆满的卦，啊，那无论这种它启示我们人生嘛，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大过不要忘，小过不断，大过不忘，小过不断，还可以达到七七，啊，犹如佛家所说的，我们人。可以待业往生嘛，对不对？好，好，这个是风三剑，好，九十年，对不对？好，89年，好，见过我们讲过的了啊，水三剑，啊，水三剑，好，这是困难的卦啊。当然卦是一，分卦九十一年啊，艮卦啊，艮为三啊，地三千啊，地三千啊，九十二年、九十三年啊，这是第八个啊，这个啊，必须的八个卦啊，好，我们就把卦名了解就好，好。好，第八个八个卦就是坤卦，好，我们把等一下，那个第七那个卦名叫做什么？艮为三，艮庄艮嘛，艮为三，啊，那个这地方写的是艮庄艮的，好，等一下，等等，好，对不对？艮庄艮，三口又两个重艮，啊，重艮就是两个艮卦重叠。对，啊，就你看这个刚才那个也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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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去上升，就是去下重头和下坠啊。那么折地寸，哎，我们刚刚讲过的有四个卦，不是说啊，就是折地寸啊，这是一个有份的卦。啊，天干卦是有缘的卦啊，折地寸是有份的卦啊，火地进。因为太阳离开地平线，好，雷地运，好，雷地运，好，好，雷地运这个卦是一个快乐的卦，好，一个音乐的卦。好，如果我们不能好，那么的听说你们读易经，那么六十卦里面哪一个卦谈到音乐的？就是这个卦，音乐是世界共通的语言，音乐无国界，好，就是这个卦，这个卦快乐的卦，好，所以我们读易经要快乐，好，那么古代河南，好，河南省，中国大陆河南省。啊，称之为豫州，啊，啊，现在河南的汽车的车牌，它的前面都有一个豫字，啊，那一过来讲就这一个卦，雷地运，啊，风地官，风地官，啊，都一样啊，风地官，风地官。啊，分波一致啊，分分往下看叫分，下往上看叫冠啊。水地运啊，这也是波一致，水地运啊，坤卦为土啊，坎卦为水，水在土上面啊，这地。的意思叫清，啊，地也叫热，啊，地热之忧，乾干坤柔，地热之忧，对不对？啊，地水师叫忧，忧天下之忧而忧，忧天忧天下之忧而忧，啊，水地地，啊，三地波。外卦是艮卦，内卦是坤卦啊，这个卦叫波，波就是波，波气啊。那么这个卦特别跟各位讲一下，我们潮州屏东潮州有一位学生，女孩子，三十几岁啊，她每次来上课都带了一个小女儿来，啊，她小女儿是非常的好动的啊，她带了小女儿耍的能力来。你两个转身小哥啊，我爱你我几个人该过你啦，来，好，他很特殊啊，他很热很热心啊，很喜欢易经。那么有一天呢，啊，我们春节班结业的时候，有举办那个啊学习宣讲报告，他就起来讲，啊，他说有一天啊，他呢啊跟他先生吵架，啊。啊，他就开着车子带着小女儿就冲出去，啊，后来呢，他一直想，啊，想要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他怎么做惊天动地？他没讲啊，啊，他说他想要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啊，可是呢，那一天晚上就是我们易经班的课程。好，那他呢啊，就在那里犹豫啊，到底是要上一间，或者是要去做一间啊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啊。然后呢，他在在挣扎啊，到最后他就来到一间班的课程里面。好，他来到一间班的课程里面，他心情还是坏到极点啊，可
上刚好讲到这个瓜，它会剥，剥就是剥去，剥就是剥落，就是把我们的不好的心思、不好的念头，都要把它剥掉，不好的习惯也把它剥掉。他刚刚跟这卦，他非常的高兴，这里都一出东方，一天生风尾啊，他都会玩，对不？嗯。哦，找到了，刚刚过嘛，找到了嘛，主动非常找到了，风尾找到了，都会了嘛，啊，就最好，对不？哦，啊，他接着报告的话，讲这个卦，这里这个卦要救人一，啊，那我们一点都想不开了，啊，算你多，啊。再来就是坤卦，啊，坤为丁，好，它内卦是坤卦，外卦是坤卦，当然它是为丁嘛，好，那先天六十卦就全部跟这报告完毕，好，可是先天六十卦问题，啊，它不能用，啊，如果要用的话，我们要用文王后面六十卦，可是。不能用啊，也可以用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说那个学生他研究到这个卦，他的心念一转变，对不对？他可以用啊，怎么不能用呢？所以体中有用，用中有体，啊，体用道合一。原来老子《道德经》，对不对？《道德经》八十一章，啊，他分上下经，上经讲道，下经讲德，啊。那么上经讲道，道中有德；下经讲德，德中有道。好，这一定要互相去并用。好，就像我们《易经》里面所说的四象，对不对？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好，那么我一千六十卦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好，那么后面的时间就跟各位报告元会运势。好，然后啊，跟各位报告我们的讲义里面的这一个二十四页。好。这个圆通图我们怎么看啊？啊，好，圆会运势，那么圆会运势就是宋老师在大方点现身他所说的啊，他所著作的啊。可是呢，假设我们要了解圆会运势的话，时间非常长。我们从头开始的话，时间非常长。好，如果我们一个晚上两个小时的话，也就是我们要全部研究完毕哦，要两年，还有不能半年中间，也就是说研究到要哦半年半啊，要两年的时间啊，那我们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抓住重点来跟所有人做报告啊。那么宋老师在发表的先生他创造这个隐卫士孔子为他跟所谓弟弟隐卫等人来到现代啊。如果以今年民国101年来讲啊，走到69029年啊，那么我们在宗教的团体里面啊，常常都听前辈们在讲很多人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已经六万多年，人满比较多了，这轮回已经拉八万年，啊，到这些人满归你，就是哪个今年一百公一年来讲，多少一万九千公里的高年，啊，安安怎怎么算？好，我们就跟各位画一下，好，当然啊，我们。以张仲老时代赵康鼎先生的年会运势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申酉戌亥啊，子未开天。现在已经走到五位交替，好，
越交替。好，那这叫一元会，叫做一元。一元十二分，啊，就是地主嘛，啊，一共有10800人。这个也是10800年，啊，这个也是10800年，啊，这个也是啊，好，那么一年有12会，总共有129600年，啊，尽管啊，尽管有小金班1200，啊，当然知道为啥了。啊，指挥官跟筹备 PT 已经会争论，到现在已经走到五月交替，啊，正会、人类啊、有会、地类、虚会、天类、亥会、混沌，啊，那么五月交替，好，这个地方有五个卦，啊，一个有10800年。一个卦有2160年，啊，有五个卦，对不对？好，总共是10800年，几回？好，这个地方五位交替，这个地方也有10800年，好，那一个卦有2160年，啊。这称之为大运，大运啊。好，那么我们再把它放大一下，啊，好，我们把五位把它放大，啊，好，里面有五个卦。这个卦我们把它写出来，诸位把它抄起来啊。第一个卦是天风姤，啊，好，天风姤。第二个卦是半姤卦，啊，第三个卦。第四卦是雷轰轰，第五卦是巽卦，对不对？那么现在走到五位交替，到底五位交替走到第几卦？走到第二卦，第二卦的大过卦，大过卦的第六爻，好，叫做在这卦第一爻，好，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插入了，好，好，现在先跟诸位讲，子未开天，丑未批地，寅未生人。一直来到现在五位交替嘛，那么从子未开天来到现在几位？啊，1、2、3、4、5、6，六位，一位有10800年，六位，好，64800年，好，他现在走到五位交替，这个五位还没走完嘛，五位。也有10800年，他只有走到第二个卦，到第六爻而已嘛。好，好，从子丑寅卯辰巳，总共有六会，啊，六会就是64800年。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插了吗？走，这个走到大过卦的第六爻，对不对？好，64000，啊，64800年，啊，好，
现在已经走到第二卦，第二卦八卦卦，第一个卦是天空卦，第二个卦是八卦卦，对不对？我们刚刚听到就被骂，好。那么第一个卦天空卦已经走完了，走完一个卦2160年，我们来把它加，啊，2160年，啊，2160年，因为这个卦很重要嘛。但是这个卦会行了，这个卦行到多少年了？大过卦，好，大过卦我要第六爻，对不对？可是前面五个爻已经走完了呢。那么这一个卦代表2160年，对不对？这个爻代表360年，好，360乘以六。刚好2160年啊，好，反正这一个阳都360年，好，360啊。那么这五个阳已经走完了，360乘以五多少？1800年，好，能够搞到1800年对，好，好，现在走到。大卦卦的第六爻，那么第六爻这一爻，它是代表360年的，可是这一爻360年已经走了多久了？一个家伙不老，好，那么我们把它把这一个擦了啊。这个啊，大卦卦，啊，大卦卦走到第六爻，啊，第六爻，好，好，那你先把这个拆开来啊。第一个卦是泽天卦，啊，再来泽山险，啊，再来泽水库，水风景，天空宫，好，这是2160年，好，这一个卦代表360年，好，都是360年，这是所谓的重运，好，这是大运。那么现在已经走到第六爻，前面这五个爻都走完了，好，一个卦360年，五个卦就是1800年嘛，我啊，1800年大家写进去了嘛。那么现在走到第六爻，好，第六爻就是这个天罡卦，好，那么天罡卦。他又走到第几爻了？他走到第五爻，好，就是卦温变来变温，好，他完了吧？还没有，哦，他就啊，再改出来，就把加修文啊，修文啊，结果啊，来个三，啊，这160年里面呢，一个爻60年，啊。好，前面五个卦都走完了嘛，对不对？一个卦360年，这是重运嘛？五个卦都往加1800年，对不对？好，那现在走到第六爻，第六爻动了以后变天罡卦了。
ndrobucmil.html 先天大道简介中英对照 http://www.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c6306.htm introduction to DAO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O 中英对照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道又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器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
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微上有可止。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止。不所以大，无不包围，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三十三天外，贯彻了千经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义，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生之主宰，曰性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不，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